你们雷哥在那儿的呀？过去看雷哥去。今天庆贺正钓啊，我来晚了，就不下杆了，看看我好大哥雷哥钓怎么样。走。你不是你钓几个呀、啊，雷哥？钓出来一个，跑了仨。钓了一个，跑了仨，还子线都断了。我靠，1.5的线都能断了。水平不行吧？你这样哥，有没有我帮你钓？我帮你钓鱼归你。行。行不行？可以。哎，虽然我们来的晚没下杆，我替雷哥钓会儿啊。好嘞。但是我得拿我的杆子，行吧？行，拿你杆子。啊，行，我拿杆子去啊。新鱼，雷哥开杆5.4米确实长了啊。我拿来根3.9米的霸王汉。行，好嘞。钓边上。钓吧。我看别人都钓边上，咱也钓边上。来一把。现在没口，就早晨那1个多小时口瞪着，不瞪着。让老弟再给你试试，行吧？看今天争取让你上了岸。上了岸，能再钓3条4条就知足了。那必须满足你。好嘞，要是不满足了，扔退鱼都来。3条4条我要钓不上，今儿你想吃啥？行。之前钓费多少？100。交了100，钓1条，那可不行，得想法给雷哥上几条。就坐这儿了。哎，抬举了，抬举了，抬举了！哎呀，这口有口，有口，有口，有口。那个，准备抄网啊！准备抄网。哎，点点点，来，中了，中了！快快，雷哥，快抄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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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抄网。哎，蒙的蒙的蒙的，蒙了一条，蒙了一条，蒙了，蒙了一条。阿姨吃鱼不？拿一条来。吃啊，我就要，想吃。来，阿姨，第一条鱼给你。好，谢谢谢谢。哎，客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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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谢谢你啊，小老。客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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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握个手，握个手。客气客气，来，拿好拿好。哎，好了，谢谢爷。谢谢叔叔。不客气啊。接着钓，接着钓啊，第一条。这鱼好漂亮啊！拿有袋儿不？有，上那儿要个袋儿去。行，抓好了啊！好嘞。啊。有。洗把手，没不客气，不客气，别让它跑了。我也是你的粉丝，都是粉丝。这都是想要鱼的吗？我可送不起啊，今天是给雷哥钓的。雷哥，不好意思啊，钓了你一条鱼给别人了。阿姨在这看我钓鱼，不好意思，问了一嘴还真要。阿姨给我要喂点给。加把劲儿，咱多钓几条，啥都有了，是不是？我操，还带力。来。中，没看着吧？盾口，一个小盾。你到底碎的还是多嘞？哎呀，这个鱼呀、啊，得速度回，不能让它搅了窝子。1.0。要不嘞，刚才一头在白空中，那个劲头运我。飞起来。哎，发下户。来，没事没事。咦、哎，你这户大啊！你这户大，今儿给它装满，2条了，再给2条是吧？雷哥说了，不钓够4-5条，给我踹水里了，还差3条。哎，来了，口非常漂亮，很干脆。哎，第3条，雷哥，你的任务快完成了。啊，还有4条。雷哥给我的任务是多少来着？4条啊，已经3条了。不可能最后一条打死上不了吧？我就不信。来，把这条入了户再说。
今天可能你踹不下去我了，雷哥。就这趋势啊。最后一条弄不着，给我踹里头了。也是，哎，又给一口，点了一下，来，直接给他飞，哎，慢点慢点，不能断了啊，先把任务完成。我差点给他飞起来，万一断了呢？哇，这鱼大！在这儿的绳饵料用完了，快，哇，这鱼大啊！这鱼漂亮啊，这鱼漂亮，漂亮，漂亮，漂亮。哎呀，我呀，这个，我操，这个漂亮，漂亮，漂亮吧？漂亮，好嘞。哎呦，我操，美人鱼，美人鱼，进去。现在任务完成了，踹不下去我了。你空军了？空军了，送鱼啊？啊，空军送鱼，不空军的就不送了。鱼哥，给个机会，再上两条，让兄弟长长脸。哎，来，哎，啊啊！你别跑，上来，来，啊，咦，这个鱼大，啊，在我爸妈面前都是弟弟，进来了。一个回合，嗯，往哪儿跑，老弟？这鱼是真漂亮啊！这回这鱼通体雪白，不赖不赖的，漂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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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进去。平常在这个2.78米的水深就不怎么出鱼，只要有风向，管它几米深，照出不误。今天选位置选好了。再加把劲儿，再多钓几条。我再来一条啊！再来一条，你再上啊！行，来一条了，给穿个名儿啊！好，我来上。刚才一顿就是吃口。这个我看不着，那个风刮了，那个它捋晃一晃的。它捋呀，在底下涮饵，就是说吸一口吐一下，吸一口吐一下，哦、就逮吸那一口提它。你要真的等到黑漂拖着漂走，那可能就吃到嗓子眼儿了、嗯，或者对对对对，再上来摘钩也难，得抓口。抓不住它，我每次这个拉不起，这两目拉不开，我不拽它。你这上鱼绝对跑不了它。对，咱们逗，对，逗一下，对对，这样逗一下。哎，吸住了。哎，我哦，这看逗一下就吸住了。哎呀，这个鲤鱼你就得再逗。哦，是真的。对对对对对。那这个速度啊，上鱼有点慢了。这样讲你。哎，这鱼有劲儿啊。过瘾吧，过瘾，这鱼绝对过瘾。过来，哎呀，都飞起来了，这鱼都。行行行行行行。你们把这杆子给我吧，你们别钓了，让我钓吧，给我。这个杆子给不了你哥，你回头再买一个。我这杆。为什么要个旧的怕嘞？旧的我来，我用就行。你用新的，买个新的。我这只杆子确实给不了你，我只能给你买新的。我要旧嘞，我也不下旧嘞。不是旧，我都用过了。用过也没事。哎，就用它旧嘞，就用它旧嘞。用了才对了。我已经滴血认主了啊！你用的不好使，给你买个新的。那个不能养新，新杆子没有老杆子好。对。这得没磨合一下是吧？我都磨合出来了。就是养你磨合嘞。哎，要不然吃上哎3.9米也有4.5米也有压就这样那就。哎，上回钓青鱼，我用了个7.2米的，非得要我的。给他买了个7.2米的，那这回用3.9米的，非得用3.9米，再给你买一只，再给你买一只。给了一口、啊。给了一口。我都看不见。来了。队长回来了。哇、哦，接了一口。这鱼个可以啊。反正就是先抽，不护着你吧。哎，别着急，慢慢来。好。安全上岸。今天鱼个大啊。看那个鱼普遍个大，哎呀也抓不住，三斤，哦呦，这是正儿八经通体雪白啊！啊，哎呀，快摘了，给我摘了，快！砸透了啊！没扎住啊，疼！这鱼，
这个头符合我的身份，进去。任务完成了，叫换长杆来。换长杆。换长杆，快走。哎呀，行行行行，我再钓。这任务完成了，就把我撵走了。就这个鸡巴卸磨杀驴、啊。卸磨杀驴。那行，那我不钓了，雷哥上场。我们从那边挪过来一个小时，看看鱼货啊钓多少。好嘞，完了，给我看一下。我天儿，耶，一个小时，一个小时，哇！哎呦我操！可以可以可以，这十一二条了都，可以说成功上岸。来，放里头了。我刚漂嘞。这钓鲤鱼，大家都知道，屁股是第一位的。刚开始做那个脚啊没口，挪过来逆风钓，马上就不一样了，一个小时钓了十几条。哎，我的作用已经发挥到极致了。哎，雷哥你加油，下边看我的啊，下边看你的了，看我的水平啊。嘿，换长杆了啊，换长杆了，三米九没口，估计走之前还能钓十条。那这样吧，雷哥，我也差不多了，用完我了，我可以收了啊。卸磨杀驴了啊，卸磨杀驴了，朋友们下期见，拜拜。